是嘞，我明明什么都不知道，我现在才要求你原谅这些，别让这个家落街杀的，这些话听在你的心肝里，已经亲像刀在割着吗？是啊，我来到安尼折磨你。你莫阁伤害你家己啊！是我害你变到安尼，我哪有啥物资格怪伊啦？我唔捌看过你这尼啊艰苦过，我唔捌见到底是做啥啊，让你这尼啊伤心嘛，才好心的。啊！明华，明华，明华，我今麦伤心是因为我无得正义还他。我今麦伤心是因为我好正为伊心肝内着怨恨我这个老爸。啊！不过既然伊家己做出这款的选择，你无想去替伊甲我回心嘞？你莫硬甲这个错误责任担在你身躯顶好无？什么？我不要叫，真正去看你就是。这个人是我，是我把你害到边安尼。真嘅唔是我亲生后生这件代志，真正是袂用得怪你。我拢做出这尔啊过分的代志，哪有可能是你甲我回事嘞？是你无想过，你我知影真嘅真正心事的时阵，你又唔知我对你的态度有偌恶劣。我唔拿无你个好面色看，我对你阁非常残忍。我予你逐天看着我，拢爱忍气吞声，头担袂起来。所有个情绪拢郁伫你心内，所以等你倒伫病床个时阵啊，你才失去求生个意志，你感觉较无愿意清醒。这一切拢是我家己做滴来。你安尼对待我嘛是应该的。不是啊，是因为我想出事，因为我事事哈，拢以我家己为主。因为咱这个家庭啊，三十年来付出了遐济，无任何一句怨言，我竟然当作是应该。一直到你，伫个鬼门关。我来来去去，我才发现讲，我根本袂个无你，我才知道你咧惊啥，你惊咱这个家就安尼散去，所以我愿意好好珍惜咱这个家庭，我愿意接受真言，不是我的囡仔这个事实，我甚至真努力，要甲当作是我亲生。啊！不过我想袂到，最后还无甲这款的下场，所以你真正唔能够讲，这是你的唔对啊！啊！怎么？咱离婚了？已经我继续，我无法度再改变你。你离婚袂对，袂
这个时阵啊，我都已经把离婚协议书拿掉，要同时我的酒庄，红珊瑚，也无只有一个，就是你。我要跟你白条街闹，结果你今麦要跟我离婚，你直接要帮我跟你切啦。是啊，人生看我变做一个孤独老人是。我哪可能真心看你痛苦？你若不认真看我痛苦，你就别搁阿公离婚。即摆咱两个人阿婆，都找咱家己，都真正是两个人。无紧啊，咱就等于讲初初结婚的时阵，咱这个家就只有咱两个。好吧，你已经不是这间厝内底的人啊，出去啊！放心，我袂提早接任何一个物件，我可能是来提早收起我的。啊，再来走。哎，陈燕啊，你今晚在咧创啥啦？这是我生活一世人的家，你要带我去倒？你是我的妈妈，我有责任照顾你一世人。你是小耍的啊？你妈妈的心情真无简单，才平静落来，你去找阿些人，你搁要了伤起心啦？你先别来了伊。阮妈是为啥？这艰苦到什么死？唔就是为你？是因为你自己惊骗去啊！是你害这个家无亲像一个家，害我这尔对不起你，对不起这个家。你做遐尼侪歹代志，你哪会国敢讲话这尔红声啊？妈，我是咧替你抱不平。你竟然搁挖向伊！伊是我生活一世人的查甫人，伊真心对我好，我是安怎无挖向伊？妈，你较清楚好无？伊甲你留伫伊身边，敢若是因为伊查甫人的尊严，伊伫遐假，伊都会爱你。你得要走，咱唔免听伊，看伊面是过日子，行。陈爷，陈爷，你别安尼，你别安尼啦！你莫跳过丈夫面头前，我甲西路。我甲你妈妈的感情，你根本都无了解。我是倒位无了解？你毋是甲阮妈赶出去过？有一届都有两届啊。阮妈忍心维护你，不过我无同款。我袂阁让阮妈受到这款的伤害。我拜托你，你莫阁讲这个话啊，好无啊？是啥物人害这个家农家煞提啊？你做遐尼侪毁了的代志，你甲所有的人的心拢伤甲脆鼓鼓呢？包括伤害你，也讲你伤害的人生，敢讲你拢无去找伊就？我哪有可能无找伊？一离开警察局，我就死去去找。那安尼连心人呢？伊跟我回去国家。伊伫张家良那边，张家良不肯给我见伊，佮出手拍我。哼，拍了真好。你张家良这世人终生有一件代志哦，是做了对的。我咧甲我妈讲话。你无资格插嘴！我不准你对你爸爸安尼讲话。伊刚是阮爸，今仔日伫咧会场，伊甲大家宣布，我唔是伊后生，敢唔是？
那不是你安尼为非三做，甚至连你的亲生妈妈你都唔放伊煞，我敢有可能把你所有代志压开？我若真正是你的后生，你敢会安尼做？妈，现在是你选择第一，还是要第我的时阵？你若要离我，即马就对我走。你若选择，我即马就离。因为现在我也像剩你，敢说你也要跟我放手？好啊，虽然也是你好心，我不用叫你林奇啊！三华，你不是讲你跟我白天有干哪？你哪会当讲话无算话？妈，想袂到到最后。你也是选择放弃我，妈的，我会等你，等你有一天想通了，随时要来找我。这里，哪会当讲出这么绝情的话？在我。你的心一定很疼的，我不然怎样疼是过人的啦，你今晚是跟我爱过的，甘美你今天大了，今天去跳保面以后大家就去生活，我不怕他找我报仇还是报复，我真的较烦恼的是，伊即马继续安尼畏畏缩缩落去，将来报应，是家一人来担。娘啊，多谢，多谢你选择我。你的感情呢？我当然，我爱看你一世人。